民进党这么多年下来哈，大家看到的表面贪污啦、违法乱纪啦，其他的内心里面是什么？就是一群坏蛋，就骗选票的坏蛋，坏到哪个程度啊？连礼义廉耻都不要，他们教坏小孩。现在台湾的小朋友啊，很多时候都被他们骗了。大家常讲课纲改啦，所有内容都改啦，去中国化。我告诉各位，他去中国化里面最可恶的一点，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的美德没有了。